好，我们看第一题，他说这个凸式边形啊，对角线 AC 等于二，对角线 BD 等于五，那么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多少？然后其中有一个哈，这个交叉的夹角是150度，那他问这个面积多少？那我们就直接代公式，哦，四边形哈 ，ABCD 哈，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。AC 乘以 BD， 那再乘以多少 ？sin 哈，它们之间的夹角150度了，二分之一乘以二乘以五再乘以二分之一，所以这样是等于二分之五，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五。